下面介绍一下电池管的使用方式方法。首先旋转打开，然后装入电池，按照指示三角对齐旋转，扭紧，按一下是聚光灯模式，可以作为手电使用；两下是泛光灯模式，可以作为帐篷灯使用，或是小夜灯；三下是闪光灯模式，红色警戒，可以作为搜救急救时使用。依次循环。